放松。早生词 Find a new word. We've learned this kind of practice before. Now I'm going to read a sentence and you're going to pick out the new words in the sentence. Now sentence 1. 今天我有演讲比赛。Sentence 2. 现在是下午一点。Sentence 3. 我上午九点整有课。Now sentence 4. 我们明天八点半见。Sentence 5. 我们十二点一刻下课。Sentence 6. 你不要紧张，放松一点儿。Sentence 7. 八点五十分上班，你别老迟到。Read after me. 请跟我读。今天我有演讲比赛。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上午九点整有课。我们明天八点半见。我们十二点一刻下课。你不要紧张，放松点儿。八点五十分上班，你别迟到。跟我读 ，read after me. Let's read without the help of 拼音。点。点整整半半分分课课参加参加演讲演讲紧张，紧张，放松，放松。读生词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as soon as it has changed the color. Now let's start.
点分整半刻都是表示时间的词语。例如，这是九点，或者九点整，这是九点零七分，也是九点过七分。这是十一点十五分，也是十一点一刻。这是九点三十分，也是九点半。这是十点四十五分，也是十点三刻，也是差一刻十一点。这是四点五十五分，也是差五分五点。问时间用几点？例如，现在是几点？现在几点？请跟我读。现在是几点？现在九点整。现在几点？现在九点过七分。现在是几点？现在是十一点一刻。现在几点？现在九点半。现在是几点？现在是十点四十五分。现在几点？现在差五分五点。参加 ,join or take part in。李雷有篮球比赛，可以说李雷参加篮球比赛。今晚有晚会，你要去晚会，可以说我参加晚会。还可以说参加会议、参加讨论、参加演讲比赛。例如，今天的会议你参不参加？我参加。晚上的讨论我能参加吗？当然能。我要参加演讲比赛，我很紧张。别紧张，放松点儿。紧张 ,nervous, 可以说很紧张，非常紧张。有人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别紧张，放松点儿。放松 ,relax。 你紧不紧张？我不紧张，我很放松。真累啊，你工作太紧张了，
去放松放松吧。Now please read the new words after me. 请跟我读。点点分分整整半半课课九点九点九点整九点整九点零七分九点零七分九点过七分九点过七分十一点十五分十一点十五分十一点一刻十一点一刻九点三十分九点三十分九点半九点半十点四十五分十点四十五分十点三刻十点三刻差一刻十一点差一刻十一点四点五十五分四点五十五分差五分五点差五分五点现在是几点现在是几点现在几点现在几点参加参加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参加讨论参加讨论参加演讲比赛参加演讲比赛李雷参加篮球比赛我参加晚会今天的会议你参不参加我参加晚上的讨论我能参加吗当然能我要参加演讲比赛，我很紧张。别紧张，放松点儿。紧张，紧张，很紧张。很紧张，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别紧张，放松点儿。放松，放松。你紧不紧张？我不紧张，我很放松。真累啊，真累啊。你工作太紧张了，去放松放松吧。读词语或句子。 Please read aloud the words or sentences by yourself. Now let's start.